PikaPage 喺3月推出，已经喺6月嘅国际龙舟赛同埋8月嘅亚太区水球赛应用，深得观众同埋教练嘅欢迎啊！即时对赛有时你唔会话长期喺个赛场嘅，因为上昼，因为有时啲队员即系我哋都要休息食饭啊，或者咩，你唔会即时睇到嘅。有时我即时一边食饭，我一边睇住。我可以即刻睇住，哎，几比几啊？其他队几比几啊？我哋下昼要点样？我哋要谂，我要赢几多？知道个赛果，咁啊知道对边队，自己又知道个紧张程度点样，咁啊自己个兴趣又可以大好多。